情包容，这是台万年民关怀并慰新了你，这时代万年。 一心圣教已经大学，所有贤士同修，请大家合掌共念开经偈。一经心法妙难闻，百千万劫今重现。我今勤习诸妙法，愿此功德皆回向。那么，鬼谷先师王禅老祖，各位微信贤士，各位善知识。 宗教的本质就是开发我们那一颗善良、慈悲、有爱、积极、光明的心。若是有人来到世间上，忘了这个心的本质的时候，他一定一生。 会活得很辛苦，也会过得很辛苦，啊，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呀、啊。啊，若是一个人他不知道修行，他这一生来了，啊，只有带着烦恼回去而已。若是一个人， 他能够体会他的心的本质，而且啊，会寻找心内在的涵养、素养和尊严的时候，我们这一生就不会白走。所以，我们的心不安。 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道路和真理，所以我们先做念佛，念佛，回忆自己有智慧的。 啊，心若念佛，他的心绝对会光明。啊，我们的心绝对是安详，没有烦恼，没有不安，没有颠倒梦想。啊，才。 我们一生之中，我们来到世间很努力、很打拼、奋斗，啊，积极的做工作，但是到最后来，心很空虚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缺少一个修行的智慧。 汉素阳，虽然三次气断了，啊，在一生很有财钱，很有才，很有名利地位，但是我们心里一直感觉还缺少什么，那就是我们忽略了。 我们的本性是谁？我们灵魂是谁？我们要来世界上干什么？哦，这个这是一个大工程，也是一个大课题呀！啊，曾经有一位九十八岁的老人家，身体很健康，刚好我在我们先佛室后面这里、啊。 啊，在那边整理环境。啊，一位老人家呢，九十八岁了，走路还很健康，就到树里树下呢，啊，跟我坐的，啊，年轻的舒服啊，啊，我一个问题，请问你好不好？我说好，你讲，我什么都有，五个孩子都有成就。 两个女儿也很有成就，孙子也都有成就。我在台北市信义区土地还有好几块，但是不是道怎么搞的。突然有一天睡一睡，烦恼来了。他说：“我睡下去。” 我要去哪里？我继续睡下去，那未来我这些事业怎么办？这些钱财怎么办？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都来了，他这心里很烦的啦。啊，早上就早一点，他都很早起来嘛。啊，在客厅看报道新闻，也很烦。 啊、哦，他切切切切切切切，刚好切到台式。我们六点到六点半已经洪水面面关。啊、哦，那刚好是礼拜天，每个月的最后一天早上，我们就全民念佛嘛。啊、哦，他听我讲全民念佛，他就发生兴趣了。好、哦、奇怪的。 这个在家人，他也不是出家，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？鼓励大家念佛，哦，他就一直听下去了，才悟到哦，原来我们的灵魂就是阿弥陀佛，所以我们要念阿弥陀佛啊。那么这位老先生，他就跟着念。 明天起来切了，我在讲风水了。啊，这一直等等等等等呢，等到最后一天，第二个月的最后一天呢，三十号又全民念佛，他就很高兴了，就一直念，所以他才对这个念佛有一个认识认知。 他的心就稳下来了，所以他是要特别来感恩王禅老祖，啊，自己叫他的孩子呢，啊，在他来仙佛寺，啊，在后面走走走嘞，刚好旁边是五百罗汉嘛，啊，他来这里呢，看到仙佛寺的环境风景很美，他问我说：“年轻的师傅啊。” 而、啊、你建设这么美，要给谁住？我说给大家住啊！我要建设一块人间的净土，极乐世界，就是来到这里没有烦恼啊！你可以把所有烦恼告诉王禅老祖，告诉阿弥陀佛，告诉观世菩萨，啊！你把心里的烦恼，你都讲出来了，屁股拍拍。 都可以再回去，再打拼。若是再碰到烦恼，再上来嘛。哦，所以时时心要念着佛，你就会心安。而王禅老祖开示我们《的安心真经》的：“心若念佛，心即是佛了。”所以，我们心。 要由我们的念来开始，来寻找自己的佛性、自己的本性、自己的灵魂和生命。先是各位说往善知识。上一节我们讲到心即是佛。 佛即是心，那么佛是无形无相，佛就是人生路程啊轨迹一路走来的体验所生出来的智慧为佛。 所以，佛即是智慧嘛。佛即是心，心也是无形无相。我们走了多少路程，啊，那么我们就有多少路程的体验。虽然走马看花，啊，不精心的走过这段路。 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面，还是有那一段路，所以圣人才有说一句名言啊，那么走行万里路，胜过读多少的书。哦，所以这个诗即是真理呀、啊，你读书。 眼睛浏览过了，是一个想象，但是没有办法进入写书的人、写作的人的心灵的世界去体验。但是人的行著作物里面，我们的经验都是可以亲身体验。 那这个整个的过程，一个名词叫做“心”，心就是经验的累积，酸甜苦辣涩的累积，喜怒哀乐的累积，到最后那一刹那，即是心呐、啊。在我先我是后面。 啊、呃，这个原来是一个荒草之地。从十七八年前，我就一直希望建设一个丛林，那我就种了很多树，各种树、本土的树我都把它种了。它一路一路的长大，除草、施肥。 管理到现在这么大的树啊，这个经过点点滴滴的经过，叫做心呐、啊。是心即是佛，心一切的经验所产生出来的累积的智慧。 累积的经验，这都是心和佛是等号，所以佛心佛心，心佛心佛是等号的名词，但是也是等号的一个果，所以佛开示了。 三世因果，啊，做人此生行各种的布施，那么来生必定会当官，啊，或是事业会很顺利，有贵人，啊，若是我们能够。 多行善事，来生必有福报。这即是因果嘛。那相对着，我们若是不好好努力去行善，啊，赚钱，果三点半是绝对逃不过。啊，这都因果律嘛。心就是因果律的。 总结果的一个名相，所以王禅老祖教我们要修心啊，修心，心就是过去啊一切的经验的累积，啊到我们当下停止那一刹那，是快乐，或是烦恼，你烦恼，我们就要修正。 不要再患上那一些毛病、坏习惯的时候，啊、哦，那就是会幸福和快乐吧。啊，这就是新的结果啊。所以，王禅老祖叫我们要修心，确实是非常空洞的一个名相。若是不解开来，我们永远找不到。 心在哪里？所以心在哪里？心在你的念头的结果。啊，你有善念，一定有善果；恶念，一定有恶果。啊，这个即是心呐、啊。所以，王上老祖开示我们要修心，就是要修正过去。 思想的偏差，啊，行为的偏差，叫做修心呐、啊。修佛也是一样，修佛就修正过去我们思想、行为或者说话错误，伤害到人啊，让周围的人起烦恼。 让自己也烦恼，啊，这个都是一个叫做修口和修心，也是修佛。佛就是智慧嘛，要修正，啊，那一些不好的习惯，也叫做修佛和修心，是一个等号的名相。所以各位微信形式同学们。 修行讲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很困难。要做到实实在在的知行合一啊，确实需要很大很大的耐力和智慧与信心。尤其啊，我们念佛啊，念佛的呃、啊、时间不定的时间。 不定的因缘，我们要养成有念佛的习惯。回顾在民国八十二年的时候，我们在九月九日深坛啊，一个九九法会的时候，那时候呢，我们台湾航空一家航空公司在高雄诶啊,啊，突然间开上去了，不行又马上下滑啊，在在。 很短的时间，一百多公尺就要碰到那个墙了、哦。那个副驾驶呢，是我们的弟子啊。啊，以前他呢，啊，就对于修佛啦、念佛的习惯不是很有那习惯。但是到那一刹那，他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佛阿弥陀佛，完了，完了，阿弥陀佛。一直念阿弥陀，佛念了几声以后，飞机突然间稳、嗯、下来，上面。 一百七十八条的人命免于灾难，所以一个人念佛，绝对可以保佑自己平安。若是心念佛，啊，你的心去念佛的时候，你可以保佑你身边的人、家人的平安。本段节目。 各位唯心行事，各位王善知识，佛在我心中，我心中有佛。任何一个人都是同样的平等。只要我们念头，你会念佛的话，阿弥陀佛，你的心就是阿弥陀佛。 所以这一段的心若念佛，有两种心，啊，一个是念的是一个念，啊，一个心，我们念佛思想，我们的思想就是念，平时思想里面你有佛，阿弥陀佛的。 这个名相，哦，在你脑海里面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等到心里有事，或是你身边他人有灾难，他们有烦恼的时候，你就会用心来念佛，南下那的声音的阿弥陀佛出来了，你会啊、哦、话语。 无形的灾难，让它完全消失。所以有形无形，都在心中来表达。所以我们养成这个习惯。啊，回顾在民国七十六年的时候，啊，一个一年呢、啊，啊，我跟。 两位我们的信徒菩萨啊，到台北新店去看一栋房子，回来了，刚好在高速公路林口要到台湾下坡道那边，那一个时段车子最多，啊，那个段又是斜坡。 啊，后面刚好来了一部啊小货车，他要闪别，要闪，要超车，结果把我坐的那一部车子后面撞了一下。啊，那一刹那，我用心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，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阿 全部的声音从心里出来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车子扭,扭扭扭扭到一百多公尺。稳下来啊。那一波车子就一直跑。那时候开车的是城清医院的一位张医师，哦，他吓了，脸都花青。 那我，我能说没有事啊，阿弥陀佛保佑。好啦，这一位占医师哎、啊，他我第一次体验到阿弥陀佛，你在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声音，“讲一声，很大的声音。 结果，你的阿弥陀佛声音把这个全部都包住了，好像在空中开飞机一样的，哦，那一刹那，这个劫难逃过了，躲过一劫，所以连阿弥陀佛都功德无量啊。 在心若念佛，而、啊、我们平时的念头的念佛没有养成习惯的时候，你一有灾难，人生是无常的，有烦恼，啊，你绝对找不到一条度一切苦厄的一条。 路径，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都有全民念佛，目的是要带各位养成一个习惯。阿弥陀佛是本心，阿弥陀佛是美国人自己的本性，你自己的本心本性不练。 你要念谁啊？那说了，呼爸，你救我。爸没有修行，有没有好来救你。妈，你救我。妈也救不了。妈，他在家里。所以那一刹那，只有求自己真正的自己呀、啊。 所以观世音菩萨开示我们：求人不如求己，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。真正的自己是佛，是哪一个佛？哪一尊佛？阿弥陀，那就阿弥陀佛。你要养成一个习惯，啊，阿弥陀佛。 这是自己人的本尊、本性，啊啊！释迦牟尼佛啊，是我们的老师，觉性啊，药师佛。 是我们的清净、清净的性、清净的本心，所以当然我们要念阿弥陀佛。呃，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，对佛的名称你要懂得，平时你就要养成一个习惯，记住我们的本尊是阿弥陀佛。 慈禧要你念自己的阿弥陀佛圣号，所以我们礼拜天都有全民念佛，完整老祖开示，理念一致是世界和平的原动力，啊，理念一致是家庭和谐的原动力，理念一致是事业。 平安顺遂的原动力，那么理念一致，你在哪里？宇宙的真理，叫阿弥陀。啊、哦，念，这、就是我们的思维。你要思维你自己的本性，本心里面有一尊的很大的佛，叫做阿弥陀佛，本性。 所以，王成老祖也开示我们：念佛是念自己的本心，不是念别人的心。那么，若是大家的理念都一致，阿弥陀佛，你念自己的本心，也是念大家共同的本心。阿弥陀佛，那世界就和平嘛。所以我们每次。 礼拜天全民念佛，啊！若是当时台湾有什么天灾即将到，啊，提倡大家念佛消灾化劫，天灾永息，天伦永息，啊，都能够如愿的。所以心若念佛，理念一致，世界绝对能够和平。 经是大合，大合在一经。卫星信教，各位为心贤士，各位所行善知识心若行善，当下即是善根。 的萌芽与诞生，心若啊，能够实实在在去逆行的时候，那我们绝对能够如愿。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，他修行啊。 去修灵修，他一直谈心，一直谈他的抱负，他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能够飞天啊、哦，飞着地了怎么样？我说，你飞给我看，我再来相信啊，你的老师，你的叔父。 确实能够飞天，飞檐走壁啊！他又换了一个方向啊！我的书。啊，他心想什么，什么就来；心想什么啊，都能实现。那我你有那么好的疏忽。 那么你应该也有啊悟一些道吧。他跟了说有啊，师傅教我，我得到我真道啊，我心中是想要怎么样，他就会怎么样。我说你的念想要怎么样，念是虚妄的。 念是虚伪的，念是妄念的，啊！所以你现在所讲的一切修行，都是满满片片。啊！所以你先想什么，你就要去做，做的结果是不是按照你所想的？ 能够有所结果，所以王禅老祖啊，他开示我们：我们的想思维，你想要怎么样，一定要能够有所实现啊、哦！不要只是想了一大堆空虚妄想。 那绝对没有办法如你的愿啊！那这一位老信徒呢？他又说：“哎呀，你的易经不会就近啊！”我说：“什么就近？我易经一阴一阳，是包罗天地的。” 调和法则啊，啊一就一，二就二，吉凶祸福了了分明哎、啊，这是易经的真谛。好、啊，再来说你的风水也是没有办法救竟啊。我说我的风水是救竟的法门。 啊，若是你家里前面都是污浊的时候，臭水沟、臭气啊扑鼻，你不去整理，啊，你不去把它扫干净，你的家里霉运都来了，你家里的健康都起问题了，包括因为你家里的前面。 这些的废水，废水扑鼻，进入脑，你的思想，啊，你就会除钝，渐渐的妄念妄想，啊，不切实际，哦，所以这就风水的究竟法门。这位老信徒呢，舒服好气哦。 最近我家里隔壁，啊，有一位老先生，他早上起来扫地，把他家里一只狗狗、猫，大便全部扫到锅里面，就扫到我这里隔壁去，就来了，很臭，我把妈扫掉嘛，然后我很气，气这一个老先生。 没有道理。我说，你的想法，你有对立，啊，你没有一个警觉性，你不了解风水学，这个就是风水学了。啊，若是你能了解风水学，就是环境学，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舌头所感触了，就是风水的五行的时候。 那你修什么法，也没办法究竟。所以你现在的究竟，究竟是家里都是病啊，家里都是奇奇怪怪的，你的思想奇奇怪怪，想法表达都是怪怪的，这是风水学嘛？还究竟吗？这位老师读书啊，你讲到我心里的点，我一直。 我在想，啊，如何让这个老人家不把那个粪便不扫到我这边来？我在想，我去，所以到时就问老师：“我说你的妄念妄想一大堆，很简单嘛。你若有心的话，你悟了心是慈悲的话，他扫过来，你就把它扫起来。” 放到垃圾桶，啰嗦嗦，啊，把它送掉，啊，过几天以后，老先生一定不会再把这些粪便扫到你这里来。这些老信徒呢，叔，那我懂了，风水我也悟了究竟，啊，《易经》也是悟了究竟，所以，我明天开始我会按照这么做。 好吧，你就要行，你想了，就是要去行，你行了，绝对会正道。啊，过了一个多礼拜，他又来了，他说谢谢你，我悟了。回去的时候，啊，这隔壁老先生一大早，他还没扫过来，你就在那边拿着笨蛋家蛋。 哦，等老先生，好，你把这个呃狗狗的粪便扫过来，我帮你扫到垃圾车里面去。结果老先生听到这样呢，要拍谢啦，不好意思啦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从此不会再发生了。哦，这就是心呐、啊。 所以心就是你过去所有经验的累积的那一个最后的一个点，叫做心、啊。而佛就是你要有体验，你要有方法，佛就是智慧嘛。啊，佛就是智慧，你有智慧才能解除你当下的烦恼。 所以，雖心若念佛的时候，你绝对会平安、幸福、快乐，到就竟而涅盘。今是大合大合在。 各位维新贤士，各位书王善知识，王禅老祖开示：“人生六十不知修，等待何时再来游。”这一句名言有很深的意义，修就修正过去的无知，呃、修正。 过去的缺点、坏习惯，所以修是修自己，不是修别人，修正自己的念头。啊，我们的念头为什么会有烦恼？就是我们没有智慧嘛，不了解真理。 啊，不学道，才会有一些烦恼。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，在台中就结缘了啦，结缘了之后，啊，又断了将近二十八年了。在前年的一个一年。 要去普里。就到仙佛寺来。啊，到仙佛寺呢，他不知道是我在那边开山的。啊，所以他到仙佛寺绕了一圈的时候，刚好我在五百罗汉、五百尊者那边看到，我很高兴。 我说你好像很面熟哎，他跟我说，我以前在五前五街的时候，我带了我的孩子，给你开智慧。好，我带了朋友的孩子也去给你开智慧。你告诉我说我的孩子以后呢？ 会有成就。后来我的孩子考上省一中，啊，考上台北某一个大学，成绩都很好，但是奇怪，每次要参加公家的国考，都差一分两分，哦，所以我心里就很不准。那这个老师讲的就。 错了，他就开始一直怀疑呀、啊，我在骗他，啊、哦，所以他就不来找我了嘛。那好啊，他很坦白告诉我他的整个缘由，我告诉他，你的念头有点偏差了。 孩子的成就，不是我当时讲一句话就要有成就。加上父母的教育，父母的给予信心，还有各方面的努力，自己要修，自己要修口。你的口拉拉叫，啊，然后把孩子的心情都弄乱了，啊，说你的口业。 让孩子起反感，要考试的时候，想到爸爸妈妈的唠唠叨叨，会起起到啊不平的心和念头，所以当然他考试会考不好嘛。信徒输啊，老师啊。 你还记得我是唠唠叨叨的了？你讲起来我就记起来，我的缺点一大堆。最大的缺点就是你们经过的事情，过了绝远了、哦，我都记得很清楚。你们在睡觉，我在替你们烦恼的，太多太多了吧？我都把你们放到心中去。 哦，所以这位信徒老叔啊，对不起啦，我的孩子后来就去私人公司上班，现在在某一个大公司当总经理，他呢做了很快乐，而且在公司的运行哎也做了很顺利，那有没有准？有啦，很准呐。 说我一直要找你呀、啊，没没有想到你在这里。所以我们心若是念佛，你念智慧心本来就有智慧的啦。我们都用念头来讲事情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心有善念，他才告诉我说：“师傅，我的孩子啊。” 啊，他不考了。他告诉我说：“爸爸妈妈，啊，你们都关心唠唠叨叨的。我想我们没有缘，我没有缘去当公务员，我只有来闯事业就好了。啊，以所读的书的经验，来作为我，啊，这个在公司努力。” 得到我们的公司老板的肯定，啊，所心就是经验的累积嘛，啊，那么我跟这位老信徒说，你的孩子是不是悟到他的老板跟你一样的唠唠叨叨？那他这位老信徒说，对呀、啊，我儿子说他。 老板比我们爸爸妈妈还唠叨，哦，所以还好，爸爸妈妈唠叨嘞，让他有一个经验，一个体验，啊、呃，体验最后的结果，他对于事业努力打拼就有那个智慧，所以各位，我们人生在世界上走一趟。 短短六十年的时间，若是我们不修正我们的看法，修正我们的念头、思想的立场，我们一定会很烦恼。啊、哦，等待何时再来再来游呢？啊、哦，这个即是安心真经所开示：心若念佛，心。 若是念佛的时候，本身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，那我们的一生绝对是幸福与光明。相对的，我们念佛的圣号阿弥陀佛，我们若是用孔一起多念佛，你心里所想是大家幸福、吉祥与平安的时候，告诉各位，我们的人生。 绝对是幸福与光明，绝对是顺心顺利与如愿的来。所以安心真经开示我们：心若念佛，心即是那口佛啊。所以佛即是智慧，我们要有智慧啊，多读圣人的书啊，多读有益于身心的书。 你也是书中所有圣人的化身，也是佛的化身啊！各位，本段节目由祥昌制衣有限公司。